这个是摄影展览馆 ，Museum of Photographic Art， 在摄影艺术博物馆里面。摄影，什么是当代摄影流派？这里有几幅摄影师，澳大利亚的皮特和奥利比亚·菲尔罗，他们的作品。这就是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当代摄影流派。Tracy Moffett， 这个摄影师，他的作品。这张很棒，这个摄影师 Pat Brissington， 他的作品好像是把动物的现象融合到人的摄影中。摄影师叫 Rosemary Lane， 他的这个作品就是把西澳大利亚沙漠地带黄昏时候的美景和前方这一个正在燃烧的建筑物做成强烈的对比，展现澳大利亚当时的毛利人的形象。早期澳大利亚他们的生活人物，这个像这个女的穿的是旗袍，叫 Justine Varga， 她的抽象摄影。Jackie Redgate 现代派，就用镜子的反光和这种形成的色彩形状。摄影师叫 Polly Borland， 他的系列是叫做魔鬼。非常怪异怪诞这个摄影。这个摄影师叫 Polly Senior Upper Petrol，他的这个系列叫做一点圆。摄影师叫 Trent Park， 他的系列叫
相机就是上帝，他的这个系列就是拍摄到了行人，随便的陌生人在街上路过的形状。是叫 Ricky Maynard， 他的系列叫伤心男人。他的这个系列就记载了当地的毛利人的后裔，这些男人他们的很悲伤的脸，小小